急求诱惑老公的高招，赶快帮彭佳佳出出主意啊！他出什么主意啊？诱惑老公。嗯，诱惑老公。有钱人真逗，老公还用诱惑呀？有钱人干嘛真没劲？天天就往那大宅子里一居，什么都干不了，没一点想法。你像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在一起啊？ 车震也占，上天入地下水，什么干不了？哎，车震不错啊，反正他们家那么多辆车。对，越野的啊，四驱。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 街上旁边还有人呢，快下来！嗯，车震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别闹了，这是在街上，旁边还有人呢，快下来！嗯，车震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别闹了，这是在街上，旁边还有人呢，快下来！我又不是没人怕什么，快下来！不管，快下来！哎，干什么？怎么样？旁边在过车呢。哎，快下来！ 好，我同意，但是我自己来，好吧？这个位置太尴尬了，我自己把椅子坐了。快点！我告诉你，佳佳，你绝对是疯了。 你个骗子！难道今天一定要把你拿下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和你车震的，绝对不会！你站住！你今天不回家，你要不想车震，我就今天在这给你野战！什么？别跑！别跑！让你去野战倒是野战！够了！ 你绑着你，谁知道你还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啊？
变态。因为我绑的就是一个变态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不回家，我就去你们办公室找你，跟你在办公室开战。绝对要去看心理医生，必须去，一定要看心理医生。回去我就给你找心理医生。回去你回家看我，比我看医生重要。结婚证有，孩子有，婚礼没有，婚纱没有，蜜月没有，房子没有，车子没有，九寨沟，荒山，泰山。什么都没有，哪儿都没去过。阳光明媚，去晨跑喽。我一个人睡不着，能来陪我吗？我肚子疼死了。唐大为，你到底管不管我？管不管咱们的孩子？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疯了。债危机，去罗马便宜，我要去一趟。罗马？就为了一破罗马，你连孩子都不要了？那你没去过地方多了，纽约、巴黎、伦敦、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你这些地方都没去过，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孩子呀？我最起码要实现那么一两个梦想吧。哎，你看，恶心了不是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小点心都不愿意了吧？没条件怕什么呀？没条件我们可以创造条件。关键是这个机会，我们一定不能。谁给你的权利给咱们家孩子起名叫小点心啊？你怎么不起名叫大面包、大馒头、大油饼、大发糕啊？大面包片也行啊，还能吃呢。行，老婆，别这么想。小点心多好听啊！谁的小点心啊？甜甜的小点心。哎呦，我想肚子想咬一口，是不是？这还差不多。吃肉来，吃肉肉来喽！来，什么味儿啊？好恶心啊！哎，行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换一个。瞧瞧这个，这是我拿金龙鱼稻米油炸的鸡蛋，怎么样？什么叫稻米油啊？就是稻米炸的油呗，抗疲劳、抗衰老，抵抗亚健康，越吃越漂亮。来，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味道绝对不一样。那我来一口。这是月月最喜欢的玩具，千万不能给他扔了。把它放在台子上，谁都不能动。这个我知道，月月的衣服都已经洗好了的，都放在柜子里了。月月最喜欢卡其龙这套衣服，以后买衣服多买这个牌子。月月最爱吃的饼干快没有了，
他只是这一种品牌的，你一定要记着给他再买。这我知道，一会儿我就去买。娇娇，拿个本子记下来嘛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还有啊，你也不用担心赵姨，那肖阿姨刚当了外婆，我介绍赵姨去做育儿嫂了。谢谢太太。你放心去做啊，他们家人很好的，也不用担心我们。我相信佳佳就能管好这个家，也能把月月给看好，对吗？啊，是啊，妈。喂 ，Catherine。哦，看歌剧，太好了啊！嘉诚去吗？哦，好好，那你来接我啊，先去吃法国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的 ，See you。OK， 嗯，拜拜。张妈，哎，今天晚上不用做我的饭了啊，我出去吃。好的。哦，佳佳，下午两点别忘了带月月去培训中心治疗。我知道。夫人。那我们也去收拾收拾，下午我们就都走了。谢谢，谢谢。